欢迎各位再次收看我的玩具开箱时间，我是胡服骑射。这一期的话呢，算是一个小小的闲聊吧。我收到了一位多年的老观众朋友呢，送给了我这两个玩具，分别是托米卡小汽车里头《天空之城》的朵拉号，还有这个呢是《龙与地下城：盗贼荣耀》这部电影的周边产品魔幻骰子，这是第二波里头推出的位移兽。那么这个的话，在台湾很难买到，并量不多啊。那的话呢，这个观众已经是看我节目很多年了啊，真的我很感谢他一路以来的支持。那可能他也知道我最近心情不好，就送了几个玩具给我呢，疗伤一下啊，确实得到了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回馈。那么这个朵拉号的话，因为托米卡小汽车我自己只有买几个啦，收的偶尔收几个而已。那这个造型就很漂亮了啊，然后很重，这个上面的这个飞行舱的这个部分都是金属部件，然后有非常好的滚动性啊，这个就各位知道一下就行了，很棒啊。这个瞬间让我想起了我国中第一次看到天空之城的那种感动啊。其实天空之城在最早的话，我们认识宫崎骏的作品就是龙猫、天空之城、魔女宅急便还有风之谷。那我个人觉得天空之城算是故事上来讲就是安排的算是最 OK 的，我觉得它的年龄层覆盖层面比较广，风之谷可能稍微沉重了一点，那魔女宅急便的话呢就是稍微有一点，跟龙猫就稍微偏低龄，我觉得天空之城是最平均的一部。那好了，这提到再来我们就讲这个了啊，今天呢主要还是讲这个了啊，因为先前已经开了坑了，已经给大家做过这个 Beholder 眼魔还有这个黑龙了啊，那这个系列的坑呢我要继续把它给填完。位移兽是龙与地下城里头也是非常经典的怪兽，那在大型电玩 Capcom 的这个 Dungeons and Dragons 里头也是有出现，而且一代跟二代好像都有出现。那它是会有一个分身的一个在打电玩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分身，你可能会误及到另外一个。那电影里头它出现在这个迷宫场景里头啊，也是戏份很足的。那这个的话，骰子的话就是一如既往啊，是一个20面骰，上面的数字什么都有啊。然后呢20的位置的话呢是用这个龙与地下城的这个符号来做一个代替，对面就是一了啊，投到一啊就是必不中，必失败的。那它的一个变形的话，我们就给各位做一个简单的展示，基本上呢啊也是把它拆开，也从中间这个地方把它给拨开来，从这个地方掐下去拨开，拨开之后的话呢你就会看到啊，跟黑龙有点类似一样的一个这个兽的一个形态，就是这样包覆在里头。那把它直接把它翻出来，然后尾巴的部分挑出来，尾巴的话呢应该是要翻一下，还是不翻也行啊，我记得是翻一下好了。那这个头就把它抬起来啊，基本上已经变形已经差不多快完毕了。然后它有六个足啊，就是前肢后肢之外中间还有一对。然后呢这个上方的这个翅膀的话呢有几处的要收进去啊，首先这个地方折进去，这里也折进去，然后这个地方一样翻进来，这个地方一样翻进来，这里一样翻进来，这里一样把它给翻进来。然后这里有一片部件的话呢可以把它翻出去一些些，翻出去啊，翻出去再往前转。按照这个和会啊他们的这个摆法的话，这个位移兽的这个都是往前面放，诶，我不太记得位移兽这个东西是要往前放的吗 ？OK， 我有点不太记得了啊。好，没关系，那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在桌面上。由于它的一个脚呢有六根，所以它的站立性还是相当可以的。那我们就看一下它的一个细节好了。首先，这个头做的相当的不错哦，眼睛啊，黄色的眼珠里头有黑色的眼珠，看上去很狰狞啊。牙齿也有刻画，嘴巴还能够张开，连舌头都有涂装。那前肢的话，就这里可以动。左右转，然后还有这个脚掌可以动，中间的话呢幅度稍微再多了一个，这个地方可以再折一点点，那一样是脚可以动，脚趾头啊也有涂装。其实就分色跟涂装来说，它已经做的算是可以，因为位移兽它就是黑色的吧，所以说该有的涂装它基本上还真的是都没有少了。然后它的这个地方类似于牙齿，我有点不太记得位移兽它有这个。就感觉好像会把人吃掉了一个翅膀，我不记得它有这个设定了啊。当然因为我玩的龙与地下城我是玩到3版而已，现在好像到5版还是更后面了，我不晓得，因为历年历届它都会有一些修正了啊。那可以看到背后它比较可惜就它的尾巴，它这个地方往下是一个固定的
结构，就不能再动了啊，后面尾巴就只能够这样子再调整一下。但是站立性来讲的话是妥妥的，没有什么问题啊，基本上都能够站得很稳。那我们对比一下，先前给大家分享过这个黑龙，我本来以为两个会不会是同模，稍微改一下，就我发现，哎，其实不太一样啊。主要还是就是把身体包覆起来的翅膀跟尾巴的部分呢，其实分件是不同的，两个都非常的不错啊，有点意思。那我真的很喜欢啊，非常喜欢。谢谢这位朋友啊，完全是戳到我的一个喜欢的点上面。那我本来就是一个喜欢奇幻文学的一个爱好者。那《龙与地下城》的话呢，可以说是伴随我相当长，在我还没有开始玩变形金刚的玩具之前的话，我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玩跑团的事情。那能够拥有这些奇幻生物的这些可动的玩具，我觉得已经非常不错了。它能够变形成20面骰，所以这个坑的话呢，我是无论如何会继续把它填下去的。那就利用这期给各位做一个分享，谢谢各位的收看，啊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